巴以冲突延宕一年，导致加沙4万多民众丧生，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。推动局势降温，停火止暴，保护平民，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已经成为国际共识。解决巴以冲突需要的不是武器弹药和单边制裁，而是政治意愿和外交努力。大国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坚持客观公正，带头遵守国际法，为尽快平息战火、管控局势、防止危机外溢，做出积极努力。